网爆火，风车一下歌曲教学。等待你的出现，我对你爱爱爱。What？ 先点赞，我再来教你这一首最近非常火的《风吹一下》，注意两点就可以了。第一点，闪电符号，等着你的出现，就是代表转音，可以把它们变成数字去练。先。一二三四，再变成歌词，一二三四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就是三角形，我对你爱爱爱不完。三角形，注意顿的感觉，爱爱爱，模仿那个机器人，爱爱爱就可以了。风吹过我的头发，淋着雨我就站在你家楼下，迫不及待地拨通你。的电话，话，这个话字也是一个转音，一二三，一二三四就可以了，变成数字去练啊。一整个夏天，所有和你的画面 ，Oh yeah。整首歌曲注意一个转音，注意一个顿的感觉，就能够把这一首歌曲唱好了。还有想学习的其他歌曲吗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哟。